大家好，我是米诗琳。今年2011年国际书展有我的签名会，然后我的新作品是《抽心保镖》，然后还有今年特别绘制的《抽心保镖情意绵绵收藏桶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然后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还有兔年行大运。那我们就相约在2011年2月国际书展上见面喽。